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丽丽，好久不见。今年的台北电玩展又有哪一些好玩的呢？超想玩新游戏，也超想中大奖。我已经决定好守在 A116 的多益网络摊位啦。没错，今年我会在现场进行表演跟走秀哦，记得来找我玩呀。